下去了。等一下，走。在那树。哦，有找到了，找到隧道了。等一下，我这，我找到。你有转到600吗？有。最大是哪？不是，它飞太快了。对对对，它飞走了。哎呀。会不会太矮？有点难，有点难转。嗯，有点难调上下。上下是你有开吗？不开吗？不见了。对，人类。人类，鸟嘞？鸟都不见了。真的。打开。找到了，头上两只，边那一只，左边这一只有没有？有另外一只，看那只上去了，要找剩下的。我刚才有看到有几只，我在那边。边有边一只很近。嚯！对。有吗？我对到上面的。对到上面，再把它转近，拉近。看有一只飞到下面的那个树去了。没有对焦，按这个对焦，这个太远了，看不到。哦，两只哦，三只，后面还有一只。哦，眼前有一只，你看，用眼睛看这一只。哇！先转到200追，这里这里，再用200拍就好了。真的。找不到，找不到了，对，在那飞走了。哎呀，回来了，有没有？肉眼看。有，等下俯冲。好，不见。不见，好，没关系。远方，我先去对远方那只。远方两只。对到了。有一只比较近的，三只，远方有三只，在啪啪石那里。现在追的是天空那一只，对不对？嗯。现在已经开始会多了。哦，蓝天门这边有一只。两只聚集，三只、四只，是追哪一只？我看一下。哦，前方，眼前，你用眼睛看这一只，转到200，好，追到，要拉近，拉近，拉近，这里，对，拉近，这个拉近，见了，这个拉近，对，哎呦，还在那里，还在那里，200先追到，拉近了，对。到了，你拍那只，我再帮你找。右边那个拍。没画面。好，追到，抓到了，600，慢慢追，这很近，但拉不到600，没关系。帮你找。帮你找。不见了。好，前面三只，这有点远，练习就好。应该可以够近，对。它往里面飞了。
因为大怪叫出来会更快，大怪叫那边会有闪了一下，那边有两只，三只。真的，真的，两只，对，三只。这有点远，没关系。好嘞。